嗱，呢部挑战最快里面，我当黄色帽靠宝少爷啦，咁啊粉蓝帽嗰匹你都见到壮志雄心啊，中间推其实两部绿色帽嗰匹真换意啦，开面白色帽就系金手指啊，后一冧啊，见到开面我当红色帽咧就系阿方索啦，上翻嚟咧就见到内档啊。紫色帽嗰把千億皇帝嚟噶，後少少啦，黑色帽一樣美麗大包尾咧，就粉紅帽嘅墨包勁區，距離放頭馬都有成八九馬開外啊！轉緊600米彎嘅時候啊，前面三隻馬快嘅，裏邊我當數出嚟咧，就見到靠寶少爺咧，中間咧就係壯志雄心，開邊我當亦都見到真換意啊！第四位上翻嚟都見到係千億皇帝啦，開邊我當咧就白色帽嘅金手指，殿後三隻裏邊內欄阿方索中間位置咧一樣美麗，轉出我當出嚟粉紅帽嘅墨包勁區。都是反應麻麻地嘅啫，兜到嚟最後200米路程啊，前面仲係佔先係靠寶少爺啦，開面湧上嚟好反應，見到係真換意啦，中間拖翻慢咧就係壯志雄心啊，四五位嘅馬見到金手指一樣美麗嘅，仲有100米到終點啊，仲係佔先咧就靠寶少爺，但係開面我當咧越衝越勁啊，真換意贏呢個第一組試集，跑第二名咧就見到係靠寶少爺，第三名係壯志雄心，一樣美麗後上百零四嘅。